许见利在享受神的话，在神话里与神交通的基础上，心能寻求神而安静在神面前，这样的祷告已经进入与神真实交通的地步。个人的祷告生活是在明白祷告的意义常识的基础上，在日常生活中常为自己的缺欠而祈求祷告，为了达到生命心情有变化，生命心情有变化，在认识神话的基础上而祷告。生活为了在神话上有认识而祷告，为寻求对神做工有认识而祷告，把自己实际情况交在神面前，实事求是不讲究方式，关键一点是为了达到有真实的认识，有对神话的实际经历，实际经历，用多种方式是祷告，这是追求进入灵生活的人必须达到的。摸到揣摩神话，认识神的作工等等，这些灵教工作都是为了达到进入正常的灵生活，使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越来越好，生命越来越有长生命越来越有长进。总之你所做的不管是吃喝神的话还是摸到或大声宣告，都是为达到你对神话对神做工有一个清楚的看见，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神所要求达到的标准，使你的生命更上一层。